新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21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二阶段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露。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刘晶老师，刘老师好。你好，小贾。棋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那么今天正好也是周末啊，我们正好可以棋迷朋友们都家里泡杯茶，可以慢慢的欣赏这种高水平的对决。这个比赛呢，在之前呢，我们中国队的杨鼎新已经收获了4连胜。那么呢，现在呢，日本还剩2员战将，然后呢，韩国还有3位。对，算上今天的挑战者。那么呢，如果说杨鼎新能一气赢到底的话，他也是将以9连胜追平当年徐峰柱的记录。对，那作为现在的韩国和日本来说，那他们肯定也是要卯足了劲儿加加油。对，现在的形势当然是我们中国队一片大好。那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面对韩国李东勋的挑战，杨鼎新会有怎么样的发挥。是，李东勋好像之前也在这个农村杯上上过场，好像还未尝胜绩。对，那杨鼎新今年也是第一次参加农心杯，但是没错，对，但他已经取得了4连胜的好成绩。是的，这盘棋是韩国队的李东勋猜到了黑棋。对，我说到杨鼎新当那个先锋啊，中国队先锋，可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笑话啊，就说之前前几届我们那个范廷钰范老板啊，说是收获了7连胜，2次7连胜。然后呢，这回呢，就是中国队另外的人员就不干了，他说抗议了。需要给别人一点机会是吧？是，所以这回呢，咱们的那个先锋呢，就交给了杨鼎新，也是他首次出场的一个，也是今年的我们的新科的世界冠军。结果没想到咱们中国队真的是人才辈出，是啊，谁上好像都有一波这个气势汹汹的连胜。没错。那么呢，但是说到这两位棋手的那个对战成绩好像似乎是差不多，我印象中是打成了这个，包括如果包括一些非正式的交流赛的话，是3-3。看来应该是棋逢对手啊。对，是。不过看按照那个杨鼎新最近好像上升势头还相对猛一些啊，李东勋相对沉寂一些。那么呢，我们尤其他现在之前是4连胜啊，我们还是有理由要更看好我们中国队的杨鼎新一些。对。因为下到现在的话，刘老师是不是农心杯其实本身对棋手来说还是压力很大的一个比赛，因为为国争光。对，因为代表的是一个整个的国家，就是中日韩的相当于是3个国家的那个一个荣誉的对抗。那么呢，如果在别的比赛，是世界比赛里面可能是个人赛，输了可能还有别的队友还能拿冠军啊。这个呢，因为是团体的荣誉啊，我相对那个大家来说，我觉得更要看重团体的荣誉，胜于个人。对，所以杨鼎新有这个4连胜之余，相对会更放松一些。没错。好，我们来看，现在是这个双方是2连星对2连星啊。白棋挂将。好像是一个模仿棋的样子啊。黑棋就简单的应了一手。然后白棋点将。这个每盘棋如果不出现点33，好像都不太像是职业棋手在对局了。对，现在好像点33的出现率非常非常的高。好，现在黑棋挡上。白棋爬，这个变化好像已经是可以说是在点33之后，可以说是最流行的一个变化了啊，也最常见吧。接下来黑棋是选择的脱先。再挂。挂角。好像现在布局，我觉得是种类还是很繁多的，好像任何选择，我觉得也都可以尝试。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白棋都两边有挂角，好像往那边硬，或者是干脆直接脱先什么，比如说这里打一手，对，再补一手也很有价值，也非常有价值。这手棋价值非常大。因为这个地方不走呢，将来是黑棋是有手段，对，会有这个二路扳。白棋扳，黑棋就断。对，然后白棋打的话，黑棋就打，这一手棋价值还是非常诱人的。那么呢，就是因为选点很多，交给白棋的就是应该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以及他掌控的能力。那刘老师，您觉得杨鼎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他是非常厚重的一个棋风。就是也是如果说按照他的轨道然后慢慢的运行，以后世来制人的话，他最后是后发制人。
所以说如果下到他擅长的这种步调当中，其实他应该说非常全面的一个很难对付的棋手。是是 是, 是, 是，就是要赢他一盘棋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的。那我们看他这盘棋果然是符合他的风格，选择看黑棋怎么出招。好，选坚定。这个应该是还行，就是黑棋挂角的意图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想争到这个尖顶后，然后这个来夹击，好像显得是两边同心走正中央，好像显得好像主动一些哈。但实际上呢，就算是如此的话，局面还是一个很那个两分的一个形状。因为毕竟黑棋这个虽然是得到了一定的加固，但它自身也还是留有一些弱点。留有一些弱点，当然这个棋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位置，其他的夹击方式。不过呢，这显得中庸一些。自己留下一个打入呢，离白棋呢好像又稍稍远一些。对。但相对的，就对白棋这块棋的压迫会稍微的轻一些，压力就会小一些。那白棋实在是出头。对，这个就是将来可能还有靠了点三三什么之类的下法。所以黑棋呢这时候还是就跟着硬了一手。那么呢这个局面上对白棋来说这三颗子呢就比较轻盈了。完全就是可以考虑脱先。他实战是选择守回这个角。哎，你看这将领先就是慢悠悠的，根本不着急。对。那黑棋现在得在这个地方定型了。对，这时候就是长形的定型的话应该是就是搬这里。对，搬了断，白棋搬断，然后黑棋，白棋叫吃，黑棋吃这个。白棋提掉。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因为白棋这边有子力了，他也许不一定会考虑要补这头。如果先攻击呢也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这种啊，或者是这种，还是类似这种好像显得更积极一些。对，你这个因为这边有子，说不定对这个攻击啊将来的黑棋也是有帮助的。是。那我们看不过呢就是这样的选择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不小心他就脱不开手了。对，然后呢攻击一旦落空，那么呢黑棋其实就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是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对，那实战的话黑棋也是在这个定型完之后，也是像刘老师说的，就现在这个配置的话这手棋可能就不是最价值并不是说那么急迫。所以他还是选择的连片他也没有选择攻击，所以也选择慢慢来。这边呢就黑棋就可以当做先手便宜了。是，然后白棋的下一个这个断吃的位置还是很有意思。是，就是白棋如果从这边断吃，我们来看一下。对，正常来讲可能棋友们会觉得这样不是可以吃掉黑棋一个棋子吗？是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就是之前如果黑棋没有交换，黑棋走的话，白棋如果打吃了利，那么呢打吃完利的这个形状比现在可要好多了。多了这个利对黑棋这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呢如果白棋只甘心的就打了长这个吃掉这颗子，那么就是就相当于是承认了，就是黑棋这边是白白的便宜了。对，作为白棋来说这个心理上是应该是很难接受。所以棋友们要忍住这颗棋子的诱惑。是的。这个时候的正确的还是要从上面断打。从上面发起战斗。这样眼见的黑棋这个地方有一点问题，需要补一手。但这样的话白棋又能抢到这边的。对，白棋是走到这边啊，是相当的积极。就是黑棋这飞出来的话，白棋正好就跨断。对，那这样接下来黑棋就没有什么好的手段了。对，就白棋是不担心的。如果黑棋要尖这个的话，那白棋正好也是往上一靠搭住。对，黑棋如果搬这个小吃。这个就对几进吃，如果现在不能尝这话，他这一般好像正好是把这两个给吃了。对，但是白棋有一个很激烈的下法，就是这样会形成一个结争。对，应该形成一个结争。不过这个棋因为是出其无结，对，这黑棋应该是这是不行的。所以好像到白棋下到这儿的时候，黑棋局部已经有一点点不好处理了。不好处理了，因为这边出不了头，要么呢这边靠的话，是不是
对，现在可能也会被，对，如果这样可能就大同小异了，还是，就是或者搬一个也行吧，对，先搬，就是这样黑棋也是很难出、哦如果说他要仅仅是要吃这两颗子啊，这时候白棋是反正选择也很多，其实白棋就算藏出来也不错了、这样就黑棋虽然能吃，但是白棋外面也先手走得比较厚，对对对，然后将来这边还有一个打入，是的，而且白棋这边厚的话，这边就已经完全的不用担心黑棋的攻击，不过相对是来说，黑棋这个靠还是可以考虑的，局部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对对，或者是无论是这个靠还是下面拖，如果想要行棋的话，大概是往下走可能不是太好吧。下次好像白棋就简单的跳一跳，黑棋还是需要联络，对，这个形状还是很不好，对，而且从心情上这个自己就往二楼去了，好像一旦做这样的选择，就之前白棋本来这三个子是有点被攻的状态，好像自然而然就连成一片了，对，可能也是有这个担心，所以黑棋实战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好处理，不太好处理了。他是选择了脱先。不过，这个从好像啊，无论从什么角度上来说，这黑棋采取脱先的这个手段，真的很难想到。很让人吃惊啊。对，因为现在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应该是对，这主战场在这边，对，是最着急的地方。对。战场在这边，然后黑棋如果说脱先的话，其实是另外走了一个大场而已。对，所以可能如果说黑棋现在只有脱先的话，那么之前的他的这个战略就有问题了。对，那么这步棋就可能是考虑就先攻击，或者都会好一些。那刘老师，您觉得李东勋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李东勋不是太熟悉啊，但是因为韩国棋手嘛，通常来说。其实计算力都是非常强的，因为韩国棋手他平常的训练也都是做死活啊，都是非常热衷这些的。相对来说啊，就从可能我这也是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啊，我自己个人认为韩国棋手相对中国棋手来说，这个那个虚的大局方面可能会略略的是要稍差一点吧。但是如果从纯那个计算来说，韩国选手完全是不落下风的。对，这个好像确实不仅仅体现在李东勋这一个棋手上，就像刘老师说的，整体的对整体的韩国围棋一直以来跟我们的这个感觉都是好像我们在这种虚的或者说布局一些广阔的地方的话，我们的判断好像都会比他们稍好一些。稍好一些。当然这个地方呢可能现在也是 AI 的强项了。对，可见我们中国棋手学 AI 学的就是更好一些，更就是理解的更透彻一些，更深一些。是，所以从这盘棋目前的来看，我们会觉得黑棋如果现在只能逼迫自己去脱先的话，对，那么在这盘棋的开局，对之前的下法一定是有问题的。接下来黑棋是也是，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这盘棋其实也并不是说也很快的快棋啊，每方有一个小时的那个保留时间，然后还有完了以后一分钟的一次性的读秒。所以说在这布局的这么也就是几十手的里面呢，其实而且呢黑棋现在应该是拥有大量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拥有时间的情况下，他依然是选择了脱先，可见他认为这地方是很难再往下进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之前应该说是黑棋主导的这个进程，没错，所以如果你把自己带到了一个这么困难的境地，那说明他之前一定是有问题，是或者是他也许没有想到白棋会从这里打出来啊。对啊，可能就像之前看到的，也许他觉得白棋可能是吃在那边，对对对，吃在他就笑哈哈了。是，但总之现在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白棋还是开局非常不错的。对，因为黑棋这时候脱先了，白棋一定是心里面很满意了。对，那我们看，关键他这个脱先的这手棋并不是说棘锁有多么大，对，只是你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上面的脱跟下面的脱，那现在也是肯定是上面脱更紧要一点，因为有了这个脱以后，他其实也是加强了，对，防住了白棋的这个打入。就两个脱比起来，肯定是上面更要优先的。但这样看，确实这手棋还是没有超出一个普通的大场。对对对对。
因为无论怎样，嗯，就是就算在下面二路走，我觉得可能也是要考虑的吧。啊，嗯，就算如果不能下得很激进的下法，嗯，实战是等于这样会落一个后手。是，这白棋必然是脱先，然后这边再加了一手啊，这手棋在那么黑棋这边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嗯，也将来这边也就是将来也是这边走一走。嗯，收收空。也就收收空也是这样。嗯，走成这样，但这三个子就死掉了。嗯。这个白棋这边加厚的作用呢，不光是它是有实地啊。嗯。而且呢，它也加强了这三个子。另外呢，这边的打入也变得急迫起来，嗯，它就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也很符合杨鼎新的这个棋风啊，他肯定很喜欢下这样的棋。是，所以现在无论是从格局来讲，还是从棋局本身的形式来看，白棋都是比较满意的。没错，嗯，至少白棋布局肯定成功了。嗯。那接下来黑棋这个地方，刘老师说也没有什么棋啊，对，最多也就是便宜点关子。嗯，那黑棋现在也现在因为这边厚了嘛，他可能还在防着白棋这个打入。哦，这边的打入还是非常严厉的。嗯，所以黑棋接下来又选了一个拖。对，很有意思啊，嗯，看起来的上拖下拖。嗯，对，不紧不慢的捞取一些实地。嗯，那这样白棋这个扳肯定是必然的。对，然后之后是因为这个时候呢，黑棋为什么没有在这里行棋啊，嗯，他其实很担心啊，万一落后手啊，嗯，落后手然后被白棋打入，哦，啊，比如说他如果要走在这里，嗯，那相当于是他走这里白棋跳一个，嗯，然后他脱先嘛，嗯，他依然不能满意，对，所以他干脆先再捞一下，先走边，先把这个地方加强。嗯，白棋依然还是选择打。嗯，对，不过呢，白棋虽然满意啊，嗯，我那就是我相信这个局面下，可能90%以上的棋手都愿意拿白棋。嗯，但是呢，肯定也有一部分的人愿意拿黑棋，因为黑棋的实力还是蛮多的。嗯，白棋呢，就是这边很虚，到时候最后能成多少实力还未可知。嗯。对，但是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白棋还是比较广阔的。对对对，从这一代的，因为黑棋如果走的话，白棋就算中间连个片，好像明显的黑棋要再进来也不容易了。嗯，是的，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跟上面不同，它是选择扳棋。嗯，对，这个因为如果你要退的话，那白棋就连个片嘛，就已经很好了。嗯，对，将来就慢慢的上面飞一个也很大。现在他这个意思呢是要求你希望做一下这个交换。对。对，他可以推到这里。嗯，这样的话他的比这个单长呢就是这个黑棋要充分很多。嗯，这是黑棋的意图。对啊，如果白棋暂时不走，那么黑棋把这个头还停起来的时候，对，白棋如果现在连片黑棋长，那么呢这个就更加了。 嗯，是，所以这个时候，嗯，白棋对黑棋的意图就是要求你搬这个，他也没有别的意图。嗯，但没想到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挺妙的次序啊，他们如果说普通来讲可能就是这样。嗯，对，嗯，这样以后的话可能也就上面点一下。对对对，也大概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了。 嗯，所以白棋希望就是在这边定型之前，我先问问你的态度。嗯，这个靠很犀利的样子， 一看就是一个好棋。对，因为那个这边有个打，还有打的各种借用的手段。对，黑棋比如你要下扳，嗯，它就是简单这一段好像就不好处理了，你，嗯，如果你要打这个，那么很简单，它你要这个打先手，这一打你就出事了，对吧？对，嗯，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对，给前面看的直观一点，这上面一打，这明显就不太好办。对，这是一个经典的好形，经典的好形，对，嗯，这下面多就出去了。是，那么呢，他黑棋选择别的就更不行了，走之后他将来留着再打下来。这边他还是先手。对，关键如果说当黑白棋回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下交换是白便宜了。对，黑棋绝对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嗯。所以这个碰的时机确实把握的也是非常好，把握的很好。嗯，那黑棋怎么办呢？而且是应该是一下就击中了黑棋的那个弱点软肋，嗯。好像很难办，很难办，很难办，因为你要怎么硬都硬不好了这个地方。嗯，这个可见这一手一出，我觉得杨鼎新也是状态非常好啊。嗯。是的，啊，
我们刚才说杨振宁是很厚重的棋风，但是像他们这种世界冠军，但不仅仅是他应该是各方面都还是相对还是比较均衡的啊。对，只能说厚重可能是他的个人风格，对，个人更喜欢。但他其实在这种敏锐的这种棋形的弱点上，对对对，把握得非常好。就每一位世界冠军，每一位顶尖高手，他们都是很敏锐的。是的。那黑棋真的是不好办。黑棋不好办。我看到黑棋的下一手，我觉得也是有点吃惊。因为感觉但又觉得他好像也确实是没办法。没办法了。因为你走别的好像可能效果更差。但是我们看黑棋如果只能补在这儿那就觉得好像之前他本来这个班是想追求一下但是他有可能还会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反而吃亏的境地。对，这样好像白棋也不一定会下来了。白棋是选择搬这个。就是以大局为重。对，就很清楚，好像确实现在这个棋下到了应该杨鼎新非常喜欢的格局，搁到下到他的路子里头了。对，他现在就是这样定型，然后去抢这个。哎，这个也是非常大的。是，因为白棋做了这几个交换以后，黑棋这边隐隐约约的还有点破绽。这将来是明显是有下来的手段，就算是。不愿意下来，你上面至少有先手。那么那就白棋就多了这几个，那还是就这几个的价值比黑白棋这个搬在这里价值，这个价值要明显要好。是，所以在这个局部，虽然黑棋是想就是因为不满于足于单长，然后想争取一下，但是被杨鼎新这个妙手一碰以后，反而又吃了一些亏。对，而且其他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就黑棋是虎到这里，将来呢这个打先手。白棋这个力呢，对，收官的时候，官子变得就是很大了，就这边的价值，就白棋是白来的，但是呢，如果黑棋接到这里呢，如果白棋再搬啊，再立，将来再挡下来怎么搬，这个形状又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黑棋为什么是虎到这里，它是因为其实是担心这边，然后呢这边呢就肯定是官子，黑棋是有一些亏损，但是他没有办法了。是，那现在白棋又把这个抢到了。这个还是非常大的，就是白棋现在因为黑棋因为虎到这里啊，这个在连片呢，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不过相对来说好像这个就更实惠一些。是，这样黑棋是跳出。对，这地方反正黑棋多少都是有所顾忌，有所顾忌的。白棋跟着针头。去靠出。黑棋好像是显然是不愿意自己再去花手速去往下面去自补，他就希望呢就是吃大一些，高效率的能够把这个地方的空围起来。对，然后白棋是先拐，问一下黑棋的棋形，这个地方确实黑棋应该没办法，这只有病，因为走在这里呢，明显这个刺就是绝对的先手了。这个呢还未见得是绝对的先手。对。不过呢，尖到这里呢，将来这就是下面的目数可能会好一些。没错，将来二路一打八，这个夹的以后马上官子又出现问题了。对，所以白棋也是，问个应手，而且可能在这边未来去对杀的时候，有可能有气的关系。所以也是先问了一下，然后选择的反击。对，因为这长气这边将来如果有冲断的话，它明显是长气了。那不过要注意，这黑棋是不能挡在这里的，挡在这里。将来这一打已经是挡不住了，所以说黑棋是肯定不行的。对，所以这个时机也是下的比较好，应该说在出手之前刚好给自己延一气。藏在这。等于他的意思是希望逼迫黑棋能补回去，对，这样他外面无论这以后是怎么处理都变轻了。对，如果是当然是白棋这么想，如果黑棋只能是这么打，当然他是一点都不怕了。因为你冲断是没有用的，冲断你杀棋也杀不赢的嘛。局部很明显，白棋就最简单，对，最简单的收气就行了，你接还是后手。所以那么呢如果说白棋根本就不担心你从这里出来，这边呢将来明显是有这个还有先手的味道，这个挡下来就非常严厉，挡下来就涉及到黑棋这块棋的生死问题了，死活问题。是，所以这样下的话黑棋也是现在有点难办。对，黑棋如果说普普通通的肯定是不太好了。所以黑棋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棋形的
单碰。单碰，嗯，就保留这边。如果这个打的话就太熟了，关键不起作用哈。对，这个靠像是一部手巾，嗯，就黑棋白棋如果是只能接住这里，那黑棋就太满意了。黑棋现在就不会再跟你做这一下交换。对对对，黑棋将来留到长了打了各种手段，嗯，那就这两下是明显是便宜了。嗯，就杨柳青呢还是不太肯。对，当然白棋现在也是面临选择，可能他局部处理的上，他可以选择长，也可以选择顶。嗯嗯，是。嗯，但这就跟他之后的构思是有关系的。对，白棋这盘棋他是选择了长这个。长这里将来肯定是有一个挖。嗯。这个。黑棋不要冲这段，其实黑棋景气接下来反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但是呢，如果一挖呢，这个白棋头也很疼啊。嗯。就是打这个，对，打这个他还有往下立，还有往前冲，还有选择。他立也可以，立也。这样等于白棋必须要吃。对，必要吃。那么他这边就有味道了，就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嗯，对，这一代肯定是有一些棋了。对对对，肯定是有。 嗯，只不过呢现在因为还留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挡下 去，嗯，所以黑棋现在暂时还需要先在这边定型一下。对对，还需要再做个准备工作。他实战应该，但是因为黑棋肯定也不能自己往下拐。嗯，他实战是碰这个，靠这个。哎，这步靠也像是一步好棋。嗯，就是白棋如果接的话，他还可以冲出去，嗯，把它接住也行了。对，总之就是如果白棋想要这个子的话，自身就会有破绽。是，嗯，对。但如果说你不要这个子，就是你挡在这儿的话，那我等于先手就防住了你这个挡下去的手段。而且将来这一段这边吃的也很大，又多了一个段。嗯，这个黑棋这步棋还是非常巧妙的一步。嗯。所以就像刘老师说，好像在这种局部的这种靠啊，对，或者靠在这儿的这种棋形上，其实韩国棋手还是挺灵敏的。对，就是一旦发生战斗，然后涉及到计算方面，就手筋啊和那个要点啊，他们应该是还是很敏锐的。就是这个点，在这点上我觉得跟中国棋手都差不多，因为反正都是水平都非常高嘛。嗯，对。那么黑棋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以后，就得在这地方出棋了，定型。因为他现在但是呢，就黑棋要注意的是，白棋如果这边有子，这边有子，这个挡下来又成立了。对，因为这黑棋在断的话，白棋正好从这打，嗯，就把这一口气给吃掉了。嗯，有气紧的关系。对，有气紧关系。那么呢，如果是先手，对这边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所以黑棋在这边定型的时候，要稍微注意点这个问题。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白棋为什么要在这硬一手的。如果说白棋硬一手，黑棋这边出棋了。然后白棋的话，对，白棋又下不去，那么呢，白棋是肯定不会走在这里。嗯，走在这里就是因为他这个有先手味道。对，等于对这边也有间接的帮助。对，他还是采取了挖。嗯，打。对，然后实战的黑棋是选择的。对，他现在无论走另一个的话，白棋也会走这个。嗯。你这边肯定是能出棋了，就当然也不会出特别大的棋啊，比如说打这个，接住。嗯。可能。是不是打的话他还能跑？对，就是可能最好的手段可能就是靠一个，反正寻求一些联络，寻求一些联络。 但是将来问题就在这儿。关键是你无论黑棋在这边走，白棋可以现在马上挡下来，就是黑棋得立马的也要做活这块，那付出惨重的代价，白棋在这边再走现在是这么一个形状。对，等于黑棋是最好是能不用这一下，他可能还能靠这个挤去撑住这边。但是如果说不用这一下呢，他这边又处理不太好。对，他因为他现在立下来，白棋肯定是搬这个，而不是说吃在这里。吃在这里的话，正好一出完后，这边就没棋了。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不非白棋本意。对对对，这有所以呢，黑棋这个时候选择了打这个。那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结针。对，形成一个结针。行吧。咱们这边也一样啊，黑棋如果走在哪里，这就是打劫。嗯。黑棋当然不能去接了。对。接的话，接好像气不够了。这立下来好像本身就不够了。对，我们看这个白棋快一气。对，挤的话，白棋收气是。所以黑棋等于现在只有就是打上去，或者是这样去开劫。对，两种方式。实战黑棋是选择了最狠的开劫。对，因为这样
开节的话，其实好像还更符合大多数骑手的那种心理吧，就是结束了以后还有一点味道。对，就这样的话是就是相当于对白棋来讲轻，但是相对而言自己的黑棋也轻。对，如果白棋消结之后还留有一些余味。但开在这儿呢就很明显了，白棋被消了非常大，但是反过来的话黑棋整个这块也是非常的干净。开在这里的时候一定白棋要记住这地方肯定不能去接住了。就是说一旦黑棋打在这里，但白棋肯定是万劫不赢。那既然黑棋做了这个决定，他还是觉得他有劫财的。那应该就是断这个。他觉得这个是劫。白棋不能再硬了。这样双方形成了一个转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转换。黑棋呢无论怎样他从这个靠在这个靠两个靠开始这棋下的还是比较精彩的。对。只不过呢因为白棋把这提干净了。黑棋看起来吃了两个还是很厉害，但是呢白棋在打的时候呢黑棋很痛苦。对，从对于中府的这种掌控来讲他是想粘在上面的。对，但是将来被白棋这一粘就有麻烦了。你要吃的这还是留着冲下来。对，但如果你为了这个把握住下面的目数的话，这个中央一下子整个的这个效果又不一样了。对，这发言权一下又落在白棋的手上。白棋这边都可以从轻处理，黑棋呢提到的两个子呢，只能说很好的防护了这边的弱点，但是呢，其实是中间拔花现在这个价值呢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白棋应该是巩固了优势，因为它刚好就提在了白棋的这个铁壁上，所以其实两者的后是有一点相互抵消的，是。那这样的话等于这一串定型之后白棋保持了一个先手。对，而且这时候白棋也抢到了先手。对，又抢到这个大场连片。确实是进行到这样的话看上去白棋是一帆风顺。白棋应该是杨鼎新，我觉得下这种棋是应该非常拿手的。他应该是，而且从布局开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杨鼎新是可以说是发挥的是非常好的，几乎看不到有什么疑问手啊，或者是特别不好的棋。对，无论是在方向的选择，还有在这种局部的方向，就是在咱们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打吃，作战，对，然后就是后面造以后，然后就简明处理，然后以及这个靠敏锐的这个一靠，下的都非常好。对，可以看出今天杨鼎新的状态还是很不错。对，是的，接下来其实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棋盘上已经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简单的定型了。现在黑棋这边再攻击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这攻击，其实是黑棋是没有目的，对吧，只是为了攻击把它赶过来，然后黑棋这边有子，但是现在这边都已经定型完了，再往这走都没有意义，攻不到目，而且白棋都是粘出来的。对，所以现在可能黑棋只有在这一带去想想办法。是，唯一没有确定的就是白棋的这块死地了。然后还有两个断吃的这个大场。对，是这样，他就先跳出，解一下这几个子。白棋跳出。再碰一下。白棋是这个下的也，我觉得也是非常强的。很强硬。好，对，因为这个下去肯定是对，白棋这回子力太多了，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比较必然。对，白棋这个意思呢就是根本就不怕你断的那个接应，就是断哪边它就吃掉。因为你两边都争子不利，所以说你在这个局部也不会有什么严厉的手段。对，如果断吃白棋提这边不起什么作用。同样的，你就算断这边，其实我怎么硬都行。太清楚，太清楚。这样确实好像很无趣。他断，为什么黑棋要断这边好？断这边打的时候，黑棋还可以从这边拐打一下，这边是有帮助的。其实现在，走在这里，黑棋唯一的利用的，也就是断完打吃这个，然后看看白棋是切呢还是提。白棋考验一下白棋。对，白棋基本上还是会提的。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便宜的话，可能黑棋自己在这个地方其实收获还是非常有限。对对，然后他就再打上来，也就是这样了。
但现在白棋外面又很厚，这种地方的结征对于白棋来说负担也比较轻。是，所以他实战呢，虽然有这个拐吃的便宜，但是他还想再争取一下。这断了，还没断。嗯，他是先尖冲了一下，然后靠出来。对，这其实呢，就是现在黑棋子力往中间挺进，这个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嗯，因为呢，白棋这几个子啊，全盘看得见的就是中间这几颗子了。对，那么唯一能够有可能占便宜的地方。是的，是黑棋一定要对它产生威胁。是，但这样白棋呢，也是先把这个边上的实地护住。嗯，黑棋再断。嗯，这样还是会吃。像这样白棋的头在前面，其实还是 不太担心，问题不大。而且这个地方的断点，由于黑棋自己这边也有几个子，因为这个断现在被吃一下，这好像一点都不担心。白棋就简单的把这个打了粘过来，如果黑棋这几个子不能联络的话，等于这个断点是不存在的。对，白棋只要小心这个挖这个子段，就可以了。对，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白棋可不能先去走这些交换完了，这挖反而就变为现实了。现在黑棋挖的话，白棋打了接可以这一扳啊，是靠这个粘完以后。但是呢，现在他扳完后顶了，可以打这个。就暂时不成立。暂时没关系。但白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对，小心一点。而且如果黑棋这边有问题的话，将来白棋走一手，就是比如交在这里，那么马上就会产生这个扳，马上产生黑棋会产生断点。所以这个双方在中央这个的厚薄呢，其实关系到未来的这个目数的，还是很重要的。对，但接下来黑棋确实，当白棋尖到这儿的时候，你很难说对中央还有什么攻击了。对，很难了。对，所以他还是选择开始收控。哎，他没有吃，这也很有意思。这为什么不先吃一下呢？难道还是担心提吗？因为如果粘他这下吃肯定是便宜的，白便宜的。对，如果提就算再吃回来，吃过来不便宜吗？是不，实战是这样的，吃完白棋当然是虎了，可以。对，那以后你拐吃我肯定就粘上，对，拐吃白棋肯定接住了。对，只不过说黑棋白棋是不虎呢，就将来这个利的价值会变小一些，黑棋也有所收获。利完后黑棋这个上面白棋还是棋还是松的。对，但如果是先打吃的话，我想黑棋能吃到这一下肯定是便宜的，他哪怕再走，对，也是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这就先手了，基本上。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从就打吃的话，白棋肯定是要提了。肯定是下成这样，就等于是黑棋在这个图和那样打一下之中做一个选择。这个时候再看是不是打这个还是打这个吧。对，好像啊，从从就是。质感上好像黑棋应该是先试一下白棋的硬手，看你是接还是提。对，如果说现在黑棋直接打在这里，但是他保留这个变化，他肯定是打这个是肯定是担心白棋提，然后他失去了这个断吃的那个借用。那么呢，这个断吃就不是那么严厉了。对，但是呢，这样也会让白棋很安心。对，白棋就索性全部补干净。对，全部补干净，你将来再拐吃他一定就接住了。对，这样的话等于黑棋通过这下交换白棋利的时候就能够爬到一下，所以这个地方的目数就变小了。对，黑棋再把这个抢一下。这个明显比那个大的原因就是这边有厚薄问题，又还有断点问题。是，然后这样的话白棋是选择在这带先定型一下。这中间好像多多少少还是白棋还是有点目数的。因为毕竟是中间是白棋，要厚一些。对，黑棋爬，白棋压。因为黑棋如果现在贴起来的话，白棋可能你好不容易往下贴了。现在你如果再扳我二字头，你可能这个断完咱们谁厚来这个问题。就是白棋因为很厚，将来比如说是利啊都是白，就绝对的先手，其实它这贴完后其实会突然会盛出不少目数来。这就是棋后的在收官的时候是很幸福的。对，然后呢黑棋爬这个，他只不让白棋破这一空，但实际上黑棋爬的自己没有得到目数。白棋压过来以后，中央就隐隐约约的有一点规模，有点规模，而且这边有先手，然后黑棋呢这边也将来都是负担。
嗯，杨鼎新很擅长下这种棋。对，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后卫转化成目数。对对，黑棋搬，这个黑棋需要反击了。嗯，就是从这个整盘棋来说，黑棋如果不下一点强硬的手段的话，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嗯，接下来白棋断，这样黑棋直接吃的话是气紧的，嗯，是不成立的。对，那么呢，他如果走这的话，白棋可以先搬这个。哦。这样黑棋好像也是站不过的。 嗯， 嗯，所以黑棋实战是想先问一下白棋，问一下，嗯，那当然这时候白棋可以直接吃掉。对，那么黑棋可能也就行起来吧。 嗯， 嗯，这样的话黑棋也就算了，通过死掉一颗子，然后呢头也藏出来了，这边呢白棋对黑棋这两颗子的威胁也几乎也就消失了。嗯，所以白棋还不太肯。对，但这步很明显是强手，强手，嗯，那么呢就会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转换。对，因为现在看起来呢这边打先手呢这个吃呢黑棋就成立了。对，那么呢实际上现在呢也确实是黑棋也是这么下的。嗯，因为如果再忍的话可能这个地方白被搬下 对，没有忍无可忍。如果退的话被白棋把这个爆掉，那多了，这个，这一下的交换，嗯，白棋明显便宜很多。是，所以这个地方黑棋也是必须要反击了，忍不下去了。嗯，而且本身形势呢它也不容许它再去退让。嗯，对，然后这个地方的次序是因为现在黑棋吃量吃这两个并不是那么大，嗯，不然的话它就会单走。对，它现在需要把白棋打中。是，嗯，它是必须先送一子。对，但这样等于白棋这样转换的时候就这一下也有，哎，对，这时候就不能再打了。刚才黑棋如果单挡的话可能会担心这个。对，这样可能白棋就选择跟你这样转换，哎，这个脚上的味道就脚上实地没了，吃了两个子也是干木。 嗯， 嗯，对，这是黑棋的担心，脚上非常危险。所以呢黑棋呢是先送一子再挡下来，这样的话白棋就这个断吃它就不成立了。嗯，但是呢白棋就简简单单的就算了。对，这样他能够先手把中央包扎住。拐的，嗯，对，这个确实黑棋也很头疼，那肯定只能拐。你要吃到这里，白棋这个叫吃当然是不成立了，但是被先手这打下来，这空都没了。嗯，这个还是得对，必须要拐下来。但这样这边就有点痛苦。嗯，哎，这时候有很多棋手，很多棋迷啊，可能会突然会往这打。嗯，对，哎，这个其实是不好的，因为什么呢？这样会形成一个后手。嗯，落后手，落后手。其实这个地方是后手并不大，因为白棋下来并不影响黑棋的这块死活问题。对，这样的话之前吃一下还是对，这后手这边就轮白下，那就完全的就不行了。嗯，就不一样，他要抢一个先手，抢个先手。嗯，这样的话这有一颗子。嗯，对，白棋，啊，白这有一颗子，这是白棋在提掉。嗯嗯，形成了一个转换，黑棋呢也多多少少获得一些实地，但是呢白棋呢把这个抓完以后，那么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棋盘又小了好多。对，感觉就是局部，如果单论这个局部可能白棋未见得有明显的收获。对，从实力上来说黑棋并不亏。对，但是从我们如果说白棋作为优势的一方去简化局面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棋盘变得越来越小了。是的。嗯，现在等于黑棋要去限制白棋中央的目数。对，这要走，因为白棋随便这飞一手，这个一下就成十几目。嗯，本身那个形势啊就是白棋好。对，黑棋如果说在还这么简简单单的，那就是安乐死了。嗯，哎，白棋是吃这个吗？啊，先立了一下。啊，先立一下。对，这样他这个这个拐先手有点大。走一下然后再补，就是刚刚刘老师说这个地方要注意挖，因为现在你自己气又紧了。对，然后黑棋也加强了一手，赶紧把自己的毛病补补后。对，这补完后黑棋其实还是这一般还是有留下毛病的。嗯，所以黑棋连白棋跳在这，现在就是因为这白棋你看这好像各种各样的手段总是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的。嗯，黑棋中央还是有点薄的。对，黑棋实战也是补了一个短吃，短吃一下是有便宜的，有官子便宜。嗯，然后飞在这也是隐约的要一个这个冲的。对，因为有这个冲他这将来这个中央就也不怕白棋来穿断了。嗯，那
现在白棋是把这个啊，这个确实如果长进去能成立的话，目数还是很大的。嗯，因为他有了这个子，下一手长就可以成立了。嗯，但现在长是不行了，长是白棋简单这一冲冲就把黑棋冲断了。对。所以现在走一手，白棋也没必要再去接这个子了。嗯，因为上面是活棋，活棋，然后如果中央你觉得也拿不住它的话，这种就是单关。对，白棋没必要后上加后嘛，现在就是把这个叫死爆掉，这个拿掉实地就行了。嗯，好，这样的话黑棋好歹是拿到一个先手啊，那个尖也很大，收官，收官，对，很有可能会成为双先的一个官子，非常大。但是白棋这个时候也是先在这边定型，按这个。嗯。哦，这边好像还是有断点。这个是点先手这一靠一断，就、嗯、就出问题了。还是有问题的黑棋。还是有问题的。嗯。如果你粘的话，刘老师这边一靠，这个中央好像还是。那这个是绝对先手，因为黑棋肯定得进啊，这个不走的话空不够。嗯、是。对，中央有断点。所以搬的时候黑棋是虎在这儿。白棋这又获得了，对，先手便宜一下，先手便宜，对，然后断了一下，断它怎么？但你要打这个的话，它这个尖又变成了先手，对，哦，还有味道，这打下来这边已经出事了，嗯，所以这个也没办法，肯定是能接受，嗯，那么这样的这个打先手，这个打先手，对，这地方其实黑棋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点薄，但是它还赖着这个有个冲，嗯，问题倒不大，对，也算是先。因为形势所迫嘛，对，先这样，点这个，黑棋，黑棋冲过来，白棋现在其实也是就是在收收控，对，还没有说一定要把黑棋，因为这边有先手，这都有挖，所以黑棋如果这不冲过来的话，它始终是中间都是隐患，一手棋补不好，嗯，只能靠着这个冲，然后白棋顺手把这个给关子给收了。这个很舒服，等于黑棋只有单关联络，然后我可以先手收官、是，这样黑棋在补之前先往里尖了一下，白棋就跟着硬，黑棋补回去，对，黑棋需要补回去，因为白棋只要简单你不走，白棋把你挖断，一手棋就补不干净了，白棋在挡住，回头挡上这最大的地方，黑棋这个粘一个也很大。对，刚才我们说了打八以后还有加进去的手段，就进入这个官子战了。对，可以再对稍微收束一下，给棋友们判断一下形势，因为我们一直说确实白棋一直都掌握着主动，但是到底好多少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冲，这个有点像打将的感觉，这个应该是进入读秒，进入读秒，双方这时候应该肯定都进入读秒。对，因为棋局也进入到了后半盘。对，白棋在立，把这个官子收掉。这是他的权力。权力。对。把它全部都走掉。嗯。可能边走也在边思考后续的收束，在判断局势。是的。就拐住。后世的拐住。林欣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是对形势还是比较自信了。嗯，就是经过一系列的打将，然后反正也是本来也需要这么收官的嘛，也并不损。然后就走了一步厚重的棋。现在中间要已经沉默了。对，黑棋靠近来要。对，那我们把这儿再定型完，因为这个地方目数不太确定的话，对，我们点起来目数是不好点的。对。我们还是把这个局部再定型完。这地方也白棋也是下的挺强硬的。挺强硬的，白棋开始进行。这因为在白棋在走之前的话，应该就想到这个黑棋靠近白棋要怎么应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黑棋看起来打劫，但白棋实际上现在一提，那么这将来打起劫来是带着响的，带着叫吃的。对，所以黑棋其实也是很损的这个劫。对。但是黑棋没办法，他现在不能去接，接完后被白棋把这个中央这个子断了，黑棋肯定是不行。黑棋是必须要进行打劫。对，那我们看黑棋现在全局哪里有劫财？黑棋看到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对，白棋有一个劫财。对，这个白棋这个打是绝对的劫财。因为黑棋就算提掉它没关系，提掉只是中央损失一点目数而已。
对吧？白棋吧这一提，那个也是得到不少目数的。对，而且也都联络了。对。嗯，那看上去这个时候黑棋是找的这个节，找这个节子。嗯，因为找这个节，它可能有损的可能啊。嗯，以后这个扳的时候就差点。不光是这个扳，这个扳粘是应该也成了后手了。嗯，这个还是差不少，差很多，轻易不肯损这一下，损两目。嗯嗯，就损两目，不能。所以黑棋肯定要先找这个节材。对。那么呢，白棋就踢掉了。啊、哦，白棋应该也是对形势有一定的判断。他之前挡完后，这一系列的时候已经是想到了这个变化。嗯，所以我们把这儿定型完。嗯，行，跳回去。嗯，这再冲出来。对。白棋就定。搬、嗯。然后这打一枪。嗯，打一下啊，本来是劫财的，对，但看看是走一个简单的，对，结束啊，他等于就顺势联络，走一个简单点。嗯嗯，啊，那这个好像也很大，对，这个确实很大，因为这个一旦走完还要再踢回去、嗯、然后白棋走完这边还有点，对对对，黑棋把这个手，黑棋就冲了题，这个非常大、嗯、黑棋确实在这一代其实收获还是很大的，本来白棋这全是木， 对现在对这个这么看起来白棋这个开劫好像，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白棋开劫以后，现在只得到了这点木数，嗯，但是这边好像被黑棋从木数上来说白棋亏了，对，嗯，因为等于这下是先手便宜，对，而且提完后将来这一提这一冲一打这一兜好像，对，就白棋有可能后面的木就会变得很松，在这一带。对对 对。嗯，我们看这个时候，其实白棋是选择侯在这儿，啊，这个这样被黑棋就是，个人是没办法，因为这不走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黑棋将来这个是先手啊，对，这一提先手，嗯，然后将来再一包掉，然后将来这一扳，哇，这个、好像要补好几手了，嗯，本来一个大空突然就萎缩成这样了。是这个好像、嗯、这个其实这个价值可能远比就是第一感看上去的要大，要大，嗯嗯，现在等于白棋只能无奈的去侯在这儿补，那么黑棋是相当于先手在提到，提到，嗯，这个地方这个局部还是黑棋有所收获，黑棋有所得，然后中间拐吃这个 嗯是有一定的价值，嗯，对，但这样白棋虎嗯就开始收官了，对，这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子了，这边扳粘先手。嗯，对，但刘老师下一手的白棋我也是有一点点的、哦、疑惑，是吗？没有粘上是吧？对，他还是想粘上是这样的，他可能担心将来这个有扳。哦，扳的话这边如果再叫吃你不进的话、嗯、你肯定要接住。嗯，将来如果爬的话啊，再全都走到的话、以后有一个倒尖的手段、嗯、是，就是将来接住你要团住气都紧上啊，嗯，白棋黑棋走什么别的是不行的，立着他一靠走完后他没有眼，但是黑棋有个倒尖的手段，这个一下就出奇了，嗯 嗯是的，等于是看起来他这个子补在这儿明显多了劫材，对对对，这边还多了一点弱点，但是他主要是为了关住以后黑棋这个扳完之后的问题、嗯、对，他白棋呢其实想的还是比较开的，因为有了这个力的话你这走什么也都没用了，嗯，但是呢让黑棋这个先手尖一下，也就本来也当成黑棋的先手了，嗯，他就想的很清楚，我就把你这儿当先手，对，因为本来冲进来还是有一定目数的，嗯，是这样，好，那我们可以看黑棋把这个收了，嗯，这个也非常大，嗯，爬一下，对，然后我们再摆几步可以看看目数，好，这样黑棋也要注意自己，嗯，没有，对，有死活问题，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那他就立下，这都不提了，这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因为可能担心再给人家一枪嘛，就不提了。好，然后挡住，嗯，现在是黑棋。哦，这个地方双方又是一个。白棋吃在这儿，白棋好像就是要求你要补回去，对，他希望我就把这定型完了，嗯，然后黑棋是选择了这个，哦，这样形成个转换，
哎，这个白棋下得很舒服啊。对，这黑棋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啊。这转后还是有个扑的。对，关键你这个补不补回去？嗯，那这双方一人提一个嘛。嗯，这个好像白棋这边好像有所收获。嗯，不过黑棋好像是不能再走了吧？总感觉上啊，黑棋把这个冲出来，是冲。如果补的话，形势肯定是不对的。嗯，但现在黑白棋这一扑随时都是要出事儿了。现在，嗯，一扑完后，这边断开后，黑棋那边要活，这边好像也要被杀。嗯，是这样，白棋是打了一下。黑棋要现在要撑住了。嗯，然后那看来我们暂时还不用点目啊。我觉得以双方这个下法来说，好像双方对局势来说，他们的判断应该是还是白棋要占优。嗯，因为黑棋下的很拼。然后我们看现在白棋扑街了。哦。黑棋是直接转换了，哦，觉得这是个机会吗？也是不提劫了，就他提劫或、嗯、他提劫可能担心白棋提过来、嗯，他觉得他没有劫财，反正白棋现在是在打那个摇头劫，嗯，是打连环劫，好像黑棋总要放弃一遍了，这边你、嗯、那就索性就，不过倒是黑棋毕竟这还含着，但是是白棋先提完，但是还好吧，嗯。就是黑棋这边也是吃掉了不少目数的，嗯，嗯，但是这边黑棋还是明显吃亏了，明显。对。先冲掉。嗯。提掉。对。那白棋提，那黑棋当然要补。确实也是，后面还是很精彩。嗯。然后白棋啊，白这个补出，嗯。啊，这一系列好像从白棋尖的时候，好像黑棋下法。还略有一些问题啊。嗯，本来我觉得很，也许如果不这黑这么下的话，可能形势是不是还会更细微一些？对，我们看现在等于是走完黑的走，好，赶紧把这个收了，这个确实也很大。嗯，对，不过刚才话说回来，如果说黑棋我这边不走，他这边得到了三目棋，嗯，这边冲出来也得到了很多目数，嗯。对吧？虽然这边提到四个，然后他力也算有一定的目数。嗯。假设他如果是跟着硬，黑棋白棋把这个走了，黑棋要亏的话，可能也是亏得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可能有可能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图，嗯、但其实目数是非常接近的，嗯、差不多。嗯。嗯，那现在再收啊，黑棋搬这个。这也下得很好啊，嗯，就是如果你要挡上的话，他应该会一路叫吃，嗯，应该会是这么来。哎呦，这个官子下得非常巧妙，要给你打劫，就是这也是他这冲出来的残留的手段。对，他如果一旦这个能再把你这个子，对你一旦你打不赢的话，将来就马上就成打劫了，因为白棋是不入子。对，如果你要从这个就缩回去，那这个目数还是很大的。哎，还好。嗯，但他也就当便宜，他就把你搬回去了。先手搬。嗯，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了收另外一个大官子。啊，对，不走，黑棋这个子也跑不了。嗯，对，这个也很大，这个走完还能拖进去。对对，白棋收的这个。他白棋不愿意被黑棋先手便宜。嗯。刚才那他走一二三四五目棋。嗯。他先手四目。对，但是也很大。先手四目，这边也很大。这边如果这也先手四五目，确实，然后这两个关子都非常有价值。嗯，那这样黑棋自然就把这个先手定型、嗯。哇，这个棋真的最后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我们看白棋原本的这条边，其实现在目数已经快没有黑棋了，就这条边啊。当然，白棋中央还是提了很多子。嗯。这样其实虽然就是最后的转换是眼花缭乱、嗯、但其实相信两位对局者其实在对局当中对局面还是心里比较清楚 的, 嗯，小小这样行不行、嗯、就是我们因为作为时间的缘故呢、嗯、我们就后面还有一些关子呢咱们也就不给大家再摆了嗯好这盘棋呢就我们先把结果告诉大家嗯这盘棋的结局呢、嗯、最后应该说还是白棋一直牢牢掌握着局面、嗯、最后是白棋杨鼎新只白一目半
战胜了这个攻擂者，那么明天他就将迎来日本棋手的挑战。对对，我们要值得说的下是、这盘棋呢是黑棋天天木办的，这个比赛是农心杯是黑天天木办的比赛，那么呢是最后结果应该是黑棋盘面五目。对，如果按照我们中国规则的话，其实黑棋输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就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对，也有四分之一啊。那么这盘棋我觉得杨鼎新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一盘当仁不让的一盘完胜。嗯，从一开始布局占优以后，后面我觉得虽然他的优势啊并没有我们刚才想象中那么大，对，也不像我们刚才讲的好像是排气非常好，没有说那么大，但是他确实是不多的优势呢，他牢牢的把控，一直是没有给黑棋，对，没有给黑棋任何机会，下的是非常好，一盘完胜。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杨鼎新的状态非常的不错，也帮助我们中国队再下一城。对，然后也相信他明天应该也会有更好的发挥。他个人也取得了五连胜了，已经。非常厉害，这样也是能够免选了，好像。对，五连胜后在下一届农心杯他应该是进入中国队的免选资格。这也是非常荣耀也非常重要的。对对，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创造九连胜的记录。好，那我们继续期待他明天的精彩发挥。好，那今天的这盘棋呢就先为大家解说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看另外一盘，一会儿见。